《天境也疯狂》《素人特工》等，并为动画电影《大鱼海棠》男主角鲲配音。近期呢，也正在拍摄一部体育运动题材的电影作品，值得我们期待。 好，现在让我们欢迎青年演员毛晓彤，他曾主演爱情电影《以年为单位的恋爱》。